浪在叫，雪正飘，与此剑指天上转，柳春欢迎来到英雄联盟。有那孤单胜利笑，敌军还有30秒到达战场。卡萨丁，维克多打卡萨丁，说实话，他可以吊打我，但是一定是后期啊，中后期开始，在前面他六级之前，我肯定是要疯狂的去压制他。打他的话呢，我们要学 Q 啊，而且要有技巧。最重要的一个技巧就是你的技能不要打在他用过 Q 之后的那个护盾上，知道吧？因为每次卡萨丁在 Q 我的时候，他都会有个魔法盾，他那个魔法盾能够抵挡魔法伤害，所以他每次有盾的时候我就平 A 他，他没有盾的时候我就技能打他，这是最重要的技巧。注意看啊，我是怎么做到的。形态决定功能，首先先卡好位啊，他上来把球放了，那我们就可以往前压进。好，这个时候 QA 好拉回来补刀。好，这个时候他要 Q 我，看没点他，那护盾消失， Q 他炸他，看到没有？然后我的护盾吸收了小兵的伤害，看到吧？很细节。然后上去，他不要上了，不要过兵线，过兵线的话小兵打我太痛。二级一激光，好，够了。好，他 Q 完了，没有盾， Q 小兵点他，补刀，哎，非常的细啊。然后这时候 Q 好了，来点他，看到没有？护盾消失，一他一补刀，哇，王者对线 Q 他，好，护盾消失，激光补刀 Q 他，炮车炸掉，卧槽，收到了，怎么这么高兴？点他，激光点，再点 Q 他，我没有点燃，豹女在下，蓝要控一下，豹女在下，可以考虑强杀 E 他。好，没有盾了，但伤害是杀不死的， Q 他，豹女还是在下， E 激光点他，补刀，多细啊，这个完美的压制，完美的补刀，完美的防 gank， 补刀点他，再点，耶，什么意思啊？没有蓝啊，没有蓝，小心奈德利，奈德利在下，他没有 TP， 他炸裂，我只能用两个字形容他接下来的对线，就是炸裂。哇这个补刀11刀对33刀，直接崩盘啊，玩不了了，买个针眼，没了呀，这个经验值一下子被我甩开了，带彗星早杀了。哎，你不能就考虑到你看到那个场这个局面，你就说带彗星早杀了，那我带点燃棒也早杀了，是吧？那你不能只考虑说为了击杀他，更何况你带了这个彗星，你血量压下去了，可能他就不给你杀了呢，他不会给你这个机会的呀，对吧？那你而且你没有这个，你要考虑到我们的相位猛冲后期的收益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你不能说带彗星早杀了，你只能说带彗星压制力更强了，知道吧？
你说击杀它是一个结果，但这个结果会产生变化的哦。来，注意点他护盾消失 QE 一套拯救掉，吃个药再点他，这套操作完美。六级开疾跑，他没有闪，一路混乱风暴炸加点，没有脾气，没有脾气，没有任何的脾气，只有死。这手疾跑开得非常好啊，混乱风暴是受你的移速影响的啊，你离的混乱风暴越近，你的混乱风暴的移速就越快，懂了吧？所以你可以控制它，开疾跑控制它。这波塔克完美补刀，靠近这个小兵点一下，点一下激光圈子，我有闪现。哎，你让我把这个兵补了行吗？哎，我补不了。叉叉叉叉叉，哦，叉叉，你敢来吗？你还要绕一圈来插我？哎，我就发现这现在的年轻人呐、头啊就巨点，你恐怕还要过来看一下。哦哟，知道为什么很多玩家在打的时候发育不好了吗？知道了吗？哎，我肯定不会站在原地被他，对吧？一毛插死呀，那我智商得有多低啊，是吧？哎，所以说不能做这种浪费时间的举动，就会导致你发育不好，发育不好，你的操作再好没有用，知道了吧？啊，这是理论知识啊。好，我们没有技能，往后说。一激光点他，再点他，哎，我的魔法伤害绝对不会丢到他的盾上，以补刀为主啊。一激光到位，我那么这给你大招混乱风暴，你受得了啊？这你哪顶得住呀？他上头了啊！他上头了，看得出来他已经上头了。玩这个游戏一旦上头就没了，雪球会被我滚得很大。奈德利在下，这波塔皮身推一波回家。出个章节出来继续发育无敌，往前压往前压啊，舒服。好，赶快，哎呀，这个就坏了，我吃不了了，我走了，炮车不吃了，溜了，这吃不得，吃不得啊，该舍弃舍弃，走远一点。卡萨丁已经上头啊！章节来一个，再来一个，这个，哎，很好，来个睁眼。巫妖之祸啊，非常重要。拥抱进步吧。8-8，这种局对于维克多来讲非常好啊，基本拿下。点的这个神奇之靴，哎，你看吃发育的英雄都点神奇之靴啊，你看这刷兵的感觉怎么样，棒不棒？玩维克多最舒服的就是你在优势进入这个刷兵节奏是最爽的，你不用管你的上下路和野区，知道吧？你千万不要管，你一旦进入这个刷兵节奏，你要做的事情只有一个，就是刷兵，知道吧？舒服。如果我要是对吧，这种维克多的队友，比如说我很难打，我都不会让他来帮我，我就会告诉他，你继续刷，你继续刷，
啊，到了中期我指望你 C 就行了啊。这时候呢大鸟要把它吃了啊。如果我要是打野，我遇到这种韦格托，我就会跟他说大鸟你全吃，山狼你全吃，没有关系啊，懂吧？哎，因为这个时候是最舒服的，你一旦去游走的话，我告诉你，你马上你的这个发育的这种节奏就缓下来了，一旦缓下来你就再要，对吧？你节奏慢的话，到了中期你打不出伤害那就不行了啊，你控不了场就不行了。想好了吗？想好了吗？到位，两个字，到位。双招交的不谈，好，你看这个也进化出来了，不是小事情了啊，不是小事情了。皇子刚才那我杀大鸟，他发问号，他问我，哎，你又不支援，你又吃我大鸟，你什么意思，对吧？你到底会不会玩？这个时候切记一定不要跟你的队友发生争吵，知道吧？他不理解你的行为是因为他不太理解这个英雄，他不太会玩这个英雄，你不能责怪他说你不懂，对吧？你要做的就是要么告诉他你可以 C 要么你就用实际行动来告诉他请相信我。很快一切都将改变，龙收了啊。 OK，你看这刷兵节奏不弹，塔皮全吃不弹，丢，哎，好，退回己方的野区，吃三狼，三角形维克多重出江湖，三角形维克多重出江湖。他们现在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在浪费旗杆。再回到中路守兵，一波不漏啊，一个兵不漏。你看看，来炸他，炸他，激光炸他，多爽啊，多爽啊，多爽啊！等下一波啊，打野在下，我看得清清楚楚。你看看，你看看这个发育的节奏多棒哦！吃个药保持满血，炮车收掉，一血塔收掉，完美。二血塔不重要，吃他一波大鸟啊！上路已经 godlike， 但是无所谓，不重要啊。然后再吃他的一波三狼。再吃己方大鸟，平行四边形中单啊，平行四边形维克多重出江湖，无敌的啊，无敌的。你看七杠零很肥，操作很好，小带甚至是带中带，但是没有用，遇到我这种维克多你是什么带都不行了。游戏结束了啊，游戏已经结束。多爽啊！好，这个时候大鸟没有了，己方大鸟三狼全没了，对面大鸟没了，兵线全没了。OK， 满足我们的支援条件啊！好，不需要支援了，下面已经打完了啊。OK， 再回到中路继续发育啊！我们支援一定要满足支援条件，我们的支援条件是什么？第一，兵线退掉；第二，己方大鸟吃掉。第三，己方三狼吃掉；第四，对面大鸟吃掉。好，但是一盘的话呢，不太会满足这种的可能性，可能只有一次。那不重要啊，无所谓。游戏已经结束，巫妖之祸。有人就会说：“哎，你这个什么对手菜罢了，对吧？”我告诉你。这盘啊，我们如果达成这种发育，对面不管拆不拆，我就假设对面上单是职业选手，下单是职业选手，你觉得他们能够很好的打赢我们吗？不能的呀，我太肥了呀，我太变态了呀，我15分钟呀，
15分钟啊，12级两件套，什么概念？这个剑姬肥不肥？这个剑姬猛不猛？这个剑姬很猛，很肥，很强。看好了，什么叫戏耍？我炸！脑瓜子嗡嗡的吧？我炸！巫妖之祸，我炸！我炸！哎呦我操，就差一点，没闪，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一个9-012级的剑姬，被我1v2，什么概念？你告诉我什么概念？你告诉我什么概念？什么概念啊？你说这个剑姬他能怎么办？他什么都办不了，他就是熟练度过万的剑姬，他又能怎么样？他也得 Q 上来，对吧 ？A 我 E 我劳伦心眼刀，他也得这么玩啊，但没有不行啊，对吧？我不允许啊，我还就那个，我炸哟！这个头 K 的嘛，给你满分。我操啊！不过不重要啊，现在人头对我来讲没有任何意义啊。一个人头才多少钱？3博，对吧？我算你剑姬9个人头1000，对吧？1000也就对吧？我一个刀都多少了？我一个刀20，我有的14，我综合下来17，对吧？你也就抵我70个刀而已。我现在180刀，对吧？舒服。看到没有，完美的节奏啊，完美的节奏。卡萨丁莫名其妙被我甩了4的，你看这个人头我能拿到，但我都不去，因为他会打乱我的刷兵，他就节奏啪。哇，什么概念？两个字，魔鬼。你想好了，一个红心能量就炸翻，什么概念？魔鬼。我没有蓝了，不然他死了。溜了，小龙收掉。我现在就是魔鬼，吃一波兵，这波兵来了，我们要把他深推啊！好，舒服，龟缸，发育到极致，发育到极致，20分钟。17分钟，200刀，外加4个头。买个这个，这把要减治疗。300块等于15个兵。我四个头，等于50个兵，200刀，250刀，17分钟，250刀，什么概念？交给我吧。队友发起了投降，我只想说不要着急，已经赢了啊！我现在一个人没有双招，不太敢输出。我安慰他们一下，已经赢了。我只能跟你说已经赢了。你看他们现在在我面前就脆如一张纸，连纸都不是了。现在真的就真的就红吸还就。一个激光混乱风暴准备就绪，我炸！脑瓜子嗡嗡的吧，红系能量，我炸！怎么打？你告诉我怎么打？剑姬来，不重要，我没有大，只需要一个红系能量加激光就把他打死，我就在这里不回，他不可能抓到我，他抓我只会被反杀，我太猛了，我现在太猛了，你看这伤害，我自己都怕。你别说这个奈德利了，我自己都怕。继续吃野怪，舒服。一刀不漏，野怪一刀不漏，兵线一个不少，完美发育。小龙收掉，团战他们接不了，接不了啊，接不了的。我回家出一个莫雷洛密点，直接打大龙，直接打大龙，直接打大龙，我们可以打的，我无敌了啊，我们可以打的，大龙刷了正好啊，拿下。所以这时候你发现一个10几个人头的剑姬哦，13级哦，发育这么好，没有任何，对吧？没有任何战斗力在我们面前。
因为我打他实在是太痛了。他装备很好，但只是输出罢了，对吧？大龙直接打，队友不太敢啊。那行，我们收一波耐德利。我炸，凌乱风暴，非常的夸张。吃波他的大鸟，我，我出点三，我跑得快，我长得帅，我炸！快跑快跑快跑！我炸！看到没有？这个剑姬的操作，我跟你讲，基本上没有任何瑕疵，完美。王者这波追杀绝对是王者操作，他的 A J E J Q E A 加劳伦线眼刀加闪现用的非常完美，没用，吊打。哎，我都没有大招，我都没有闪现，他没办法。无奈，只能说无奈。他这个时候心里会想，哇，这个维克多到底是何方神圣，我一个王者选手为何被他吊起来打，想不通。好，回家。形态决定功能，回家出个装备。这波我不在，这个剑姬要全收。剑姬我不在的话，他要全收的，没人按得住这个剑姬。但是没办法，我离得太远，我只能退打。What? What are you doing? 你在干什么？刚给你吹了一波牛皮，这就正了。这个感觉真的棒，2800块，溜了溜了溜了，吃他一波三郎，哦，下手好重啊！你看这微操，不谈，你看看这微操，你看看这微操，你看这刷屏姐姐，你看看。这谁顶得住啊？吃一波我方大鸟，22分钟280刀7个头，没错。你不要说我们没有打架，不要说我们没有支援哦，都有的哦。Double kill， 吃一波大鸟，跑图能力非常的强，再吃一波中路的兵。吃一波对方的大鸟，非常完美。有没有一种赏心悦目的感觉？还不赶快点他一手关注。哦呦，混乱风暴，不要打乱我的节奏。哦，3700块，直接拿一个帽，掏一个帽子出来。我们的装备，我们维克多买装备从来不买闪现，你维克多买装备出闪现，证明你在侮辱维克多啊！我们维克多出装备都是一件一个整件一个整件掏出来的，买闪现你就在侮辱维克多，懂这个概念了吧？维克多的终极玩法，终极玩法，来。给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一打四，没大，现在有大了，我操，算了，哇，太夸张了。什么概念呢？这是什么概念呢？重新能量，想不想戳我？就一丝血，你戳不到的。混乱风暴，非常夸张。三郎收掉，极限发育，
抗拉，小心他追我，完美，这一波和谐。是个红 buff 大鸟，这个时候已经不用在意红 buff 的功效了啊，而是在意红 buff 的这个钱。你不要觉得好像哎，好像吃了没有用，不会啊，很有用。首先红 buff 也能回血，也能连人啊，而且我们红心能量就是要平 A， 再吃他一波十甲虫。你看我血又回上来了，我不需要回家，这样可以保持我的变态发育。一激光，我请问。这一盘我的队友他就算挂机两个又如何，看到没有，已经达到这种程度了，就是你队友挂机两个又如何，哎，所以往往我们分上不去会责怪队友说队友不够强，错，是你不够强，哎，当你强到了离谱的时候，你的队友即使挂机，即使给他挂两个又如何，哎，好，我们再吃对方一波大鸟，游戏结束，我们可以再打大龙去了，这个时候应该去打大龙比较好啊。我们虽然吃了很多资源，但是我们能够扛起这个输出来，对吧？如果你吃了这么多资源你却打不出输出，那你要反省，你要检讨，对吧？你的输出只要能够对得起你的资源，那么就没有错啊，你该吃吃啊。2700块，准备回家。没有双刀，我炸不出来啊，炸不出来了。我炸，非常的夸张。我炸。趁人之危，不讲武德。又没有双招，大龙直接收掉。浪，有一点，我的。兄弟们，26分钟，6神装加吃药水的维克多，然后钱已经用不掉了，什么概念？26分钟，记住了哦，26分钟，6神装还加吃药水，还加钱还就用不掉，明白吧？啊，现在就会感叹为什么撸啊撸的装备这么便宜？为什么这个大天使之杖只需要3000块？能不能涨价一下？我们可以抱团一波拿下，没错，我就是斗鱼全子龙，哎呦，对面还是很强的哦，不得不说还是很强。行吧，那我们就一个人过去1打5把他们结束吧。啊，这就不用去了，这个太远了，我们直接把他们推掉了。我没有大龙 buff 啊，奈德利不需要去杀他了，没有意义啊，他们现在都回来了，没关系了，游戏结束。你挡不住的呀，我炸，什么概念，我炸，奥妙呢，搞得不行，退毒机锤谁？爆弹！我差一点啊！我刚才如果要硬推的话，可能就也推不掉。我不把他们勾引出来的话，对吧？也打不掉这么多血。但是我们这一波去就结束了。小龙已经不用收了。接下来，5条龙，山脉龙魂，
365的护盾值，这个要一波一波。刚没闪的，刚没闪的，我在上一波阵亡的时候是没有闪的，膨胀了。结束结束。不得不说这个间距打得很好啊，有一说一，他这盘赢不了实在是没办法，我们这个维格多太肥了，太狠了，伤害太变态了。好吧，来吧，结束结束结束，触发巫妖。我哎，那你这个没力啊，没不用不用抵抗，这抵抗不了呀，对吧？毁天灭迹，毁天灭迹，团战永动机，法术机关枪，